慎内叔，我喜欢你。他有女朋友，但我才是更适合他的。跟职业棋手谈恋爱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不太懂围棋，怎么跟职业九段交流呢？只有天才才能理解天才。不想接受比我水平差很多的人采访，除非慎锦书采访我。好啊，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，就仗着你是我女朋友？在围棋的职业道路上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跟你相遇，跟你对局，跟你在一起。你结束呢？你答应我的。对于盛景苏先生的恋爱你怎么看？彻头彻尾的错误，他应该跟我在一起。你有信心吗？当然。居然一点也不吃醋。我完完全全相信你，全世界都喜欢你，可你就只是我一个人的。